然后还有一个就想问你，就是上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有件衣服，我们起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是，就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偶像，一个服装师叫金冲宇，他帮我做了一件衣服，对。但是具体是为什么不能说，这个是他的商业秘密。对，因为这是他设计出来的，然后他也是就是反正就是能够在让我在唱歌的过程中中途学会。从的衣服上留下来流出是一个白色的袍子，而且外面有一层纱布，也是白色的纱布，然后血就会蔓延出来，然后流全身都是，反正很酷的，他超牛的，他是我偶像。